羊油饼咋卖的去？六块。这面皮软硬了呀。这是面肉吃的，这是。这是羊油还有葱花来着。羊油葱花，香。想吃辣的话，得再给它蘸辣椒油。啊，他这个蘸辣椒油。羊油饼比咱卷的是有名的。得翻几番豆腐？翻两番就好了。非常香，而且那不膻不腻。